今天外面下老大雨了，我丈母娘下班不知道拿不拿伞。拿伞呗。啊，我搂文东要去上车站要接你去。我媳妇在这准备呢，因为上次有很多网友都想和我丈母娘学朝鲜族大冷面。文东哥让我妈切不，我切不好，一会儿出个细的。哎呀，这难伺候是不？这帮人都可挑了。就你们，还这帮人！哎呀，谁家狗啊，天天叫！那可以把他们狗给。我丈母娘进屋换衣服去了，等她出来就开始做冷面了。我妈说教你啊。那能不教吗？啥好玩意儿啊！哎呀，你看，这款蒸面馅儿啊。真面皮儿，你给两个呢？五个。咱们雅丽人吃一个，他俩三个。够了啊！妈调个冷面汤就行，然后还有辣椒酱。有好多朋友都不知道冷面是啥，是不？咋不知道？有，南方好像没有冷面。我们吃的是这种黄的冷面，还有那种荞麦冷面。我更喜欢吃黄色的。切丝儿完了就拌。我说妈在饭店干切墩儿来的。我妈听不懂你说的啥。都是买来的，那磨了这种。跟你讲，他说你煮饭煮饭给他们家公。煮饭给姐。干的啥活儿？饭不比煮谁的我都舍得煮过嘛。嗯。我还把我就是磨下姐。嗯，啥都会，全能。嗯。我小时候最爱吃我妈拌的这个凉拌土豆丝儿啊。上学时候带饭盒，我妈给我带炒菜的话，我不吃就剩回来。啊，一带这个菜啊，饭盒都空空的。我们好朋友一起坐一起吃嘛，都可愿吃。自己家孩子都愿吃妈做的饭菜，从小吃习惯了。是，怪不得你身材这么好呢，健康吗？还富态是吧？看我丈母娘切土豆丝儿。土豆丝儿不焦啊？土豆丝儿网友做的比咱们都好。今天我们拿新锅用，正常买新锅了都得开一下锅，用大火烧一下。咱们这个不用，洗一下直接用。等会儿准备炒土豆丝儿。这半炒大火这多好啊！啊，我回家以后回家，我给我两个。啊，行行，你找你姑娘要就行。啊，苹果那个也给。你要拿回国呀？啊，以后。嗯。行。那我不用买了，还买呀？不买了，你们最好我去用呗。行。这冷面没白浇啊。嗯。整两锅是不是？是。嗯、我前两天我也寻思，回家之后，我后面的中。他原来的一个烧炭炉的那个排气排的，从你说了算，你不用问我。嗯，不用问我。那一个他原来的东西，红你是老板，我也是给他打工的。苹果的呢？苹果。嗯。看见没？这锅受热均匀，冒的水泡。都是大面积的，有的锅不就是中间那一块吗？嗯，别走，好吧，嗯，搞定。差点焯熟了。看着挺有食欲。哎呀，妈咋整的呀？咋的了？太好吃了！啊哈哈，吓一跳！大哥，我你大爷俺都。加油啊！妈，什么干干的？我咋干的？行，挺好。香菜大，香菜嘛，什么的，还大。整冷面呢？冷面吧。冷面还得浇呢。嗯。这一点都不咸。嗯，当麻子哈。嗯。
也不咸也不淡。蒸冷面吧妈。放点芝麻也行啊。哎，这芝麻还是咸不咸的？爸不吃。啊，你可是很笨。行，那这样吧，也挺好。咸菜不这就是。行了，别吃了，一会儿拿土豆丝都吃饱了。红萝卜丝儿也行，是吧？以前我妈都是放胡萝卜。现在家里没有了。嗯。现在我丈母娘准备教大家做冷面汤，必须得接热水呀。接热水那个是打气的六块钱一斤，打气的六块钱一斤。真是。放点牛肉粉，咱们那个话叫打气的。打气的嘛，火锅里打气的牛肉。白糖。白糖，根据个人口味，喜欢吃糖的就稍微多放点，味素不喜欢吃的就可以不放。青盐，口重呢就多放点。酱油，基本上就是家常版的冷面嘛，所以比较简单。调料呢？也都家里都有，醋、可乐，还有都到里啊？不都到，到一半呗。好了，对对，我到的话太甜了，不行。好了，谢谢。把辣椒放里，放这个，人家妈让你放这个，现在都一样。然后放洋葱，都放里。香菜也没有是吧？黄瓜，黄瓜你拿什么放？都放里得了。芝麻咱们也不吃，我爸不爱吃。然后这样再放点冰块，尝尝呗。哎呀，正好，再放点冰块就好了。我丈母娘冷面汤已经调完了，然后我在这里再教一个我上次在视频里说的那个祖传秘方冷面调料。让我媳妇儿准备点葱花和蒜末，然后我这边烧点豆油。这是我媳妇儿准备好的蒜末和葱花倒里。放点辣椒面，好，把烧好的豆油放里边炸一下，放点精盐、牛肉粉、酱油。多放点酱油，妈闻着香味儿没？嗯，有点香呢。是吧？嗯，我是很点香呢。香。哦。这就好了，现在冷面调料已经制作完成了，大家在家也可以试着做一下。现在我丈母娘在这煮冷面呢。爸，吃饭了，开饭。哎呀，今天这伙食太硬了。吃饭。妈今天辛苦了，等那个明天，你下班之前我把饭给你做好。哎呀，行吗？完了我周一去上班去。不做也行啊。我上夜班没事儿。啊，行，那也累呀，夜班也累。没事儿，我给你做，给你做一顿我再走。嗯，谢谢啊。嗯。啊，瞧这个，你妈那勤快还能接。싹싹하고 일하는데 힘든데 떠내리 받으신다고 아이고 너무 좋아 这算啥呀，都一家人。那也是都累呀，大힘든데。不累，看这冷面啊。
我丈母娘姓金，就是金氏版大冷面。자적극적극다开饭吧。좋지반찬도잘하지얼마좋아这个慢吃，我吃小的。嗯，文东哥，我吃哪个？你吃大的，一个人。就这个。嗯，一个都满满的。这我调的料。嗯，是吧？嗯，我妈跟我说是祖传秘方。맛있더라고밥비해먹어도맛있더라嗯。这样东西啊。我。米醋。对。我这调料里放醋了吧？可是他多放，他愿吃醋。这玩意儿多放点。我不太喜欢吃醋。我弄短粥还得炒。嗯。我给准备放这个秘制调料了。多简单呢，不说谁都不知道。嗯。你说完了，在家一做，这味道可好了。来吧。嗯。好吃啊。这也挺好吃。榨菜拌的不错呀，你还有个买错。是吧？嗯。抱团儿，谢谢大家。真的不错。他明天开个冷面店得了。卖的话不至于，自己家吃还行。比咱们做的好的有的是。你大哥做冷面。冷面的大概一个现在把它拍卖烈的了，嗯，还不如卖空菜呢。妈以前也卖过空菜，是，但是那玩意儿累人哈，你得建厂子整，或者找个代工厂，干净的环境，嗯，然后出配方让他们帮忙做。正宗的朝鲜族。泡菜不多卖的，是做咸菜累呀、啊。这泡菜也是的，每个朝鲜族家庭做的口味都不一样。是啊，一家一个味儿。有好吃的，也有不好吃的。就别说是同样的朝鲜族，你就是一个人教的，同样的配方，他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。是。还有个人口味都不一样，有的觉得好吃，有的人觉得一般，是不、嗯、你像我吃那个别的地区菜我就不太喜欢吃，我就喜欢吃东北菜，因为在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嘛。你看冷面是浓郁的，冷面多凉啊，咱有的人爱吃甜口的，嗯，有的人爱吃酸口的，就这样挺好，挺好吃。大家在家也可以试着做一下子，而且特别简单，这个调料也简单。然后现在我们准备吃饭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